讲到这跨年哦，南投县今年总共有四场的跨年晚会，其中一场就是由玻璃顶公所主办，也是唯一一场乡镇小型的跨年晚会。虽然讲无知名的歌星来演唱，也因为空气污染严重的问题，晚会并无来放烟火，不过嘛是吸引满满人潮前往参加。大家嘛伫咧轻松快乐的气氛当中，欢喜来迎接2018年来到。2018年正式来到，全场响起热烈尖叫声和欢乐笑声，大家共同来迎接这全新的一年来到。明仔在更加好的歌曲中，大家同齐大声唱，嘛互相祝贺新年快乐。玻璃顶的跨年晚会，虽然有民众家己放烟火来庆祝，但考虑到空气污染严重的问题，主办单位并无在跨年的同时放烟火来增加过年气氛，但是并无因此减少到民众参加跨年晚会热情甲欢喜的心情。很快乐，很热闹。没有放烟火会不会？不会啊，我反而不希望放烟火，污染已经太严重了，这样就很好了。明天会更好。希望空屋没有了，所以没有放烟火很好。随着动感的歌声，民众手中荧光棒也对着舞动，也有人当场跳舞，气氛是真轻松。大家也在这新年来到的时阵，许下新年的新希望。感觉很好玩，我在这里跨年啦、啊！下一年我们可以新年满满，有新的希望。我们都希望这个跨年晚会办完之后，我们所有的乡亲、所有的朋友进入新的一个一年。我们希望新的一年都能够让为所有的乡亲带来财富、带来好运，也希望我们地方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玻璃顶公所举办跨年晚会，也是县内唯一一场乡镇家己举办的跨年活动。虽然无大阵容的艺人表演，但晚会气氛依然相当热烈。在轻松欢乐气氛中，大家欢喜迎接新的一年来到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